赛季这个欧洲巡回最主要希望让外国人知道我们国乐不是只是演奏传统的中国的音乐，我们希望让他们了解啊，我们现在国乐是可以邀请很多外国人来跟我们一起来玩音乐。国乐团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陌生，开始他们会比较胆怯，做了第一次以后，来了以后觉得他都被我们迷上。我们现在因为是比较不一样，我们是国乐团，可是我们国乐团也不是一定要跟全部100%都是传统的中国乐器，我们可以吸收多一两个比较不一样的西方的乐器，所以就跟他们做一些交流。特别是他甚至你看跟我们做完第一次的合作以后，引进更多的作曲家的作品，甚至演完以后觉得我们国乐版比西乐版更精。卡兰尼跟我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要他们有这种感动。上那个国际舞台的本钱，那把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赶上来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可能没有资格变成为世界主流的，或者是在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交流。过去十多年来，不管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出来欧洲或者是美国巡回，给欧美的观众有一些对于传统国乐的印象呢，我觉得是有点不是很正确，让外国人觉得我们的所谓的国乐就是这样子。事实上过去4年5年来 TCO 给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国乐不单是不能够只有停留在那种阶段，那么既然我们过去那4-5年做得那么成功，我们也很想让更多欧美的人士呢都知道我们的国乐可以这样子。
不要看，但 Concerto 是例外，就是我觉得能够不看最好不看，因为那个才可以跟团员之间有更多交流的这种情况，眼那个目光交流啊，那个动作交流。99%是指挥活跃，是跟一个独奏家一个人玩音乐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可以驾驭，而是说这个是80人加一个人啊，81个人来一起玩音乐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非常棒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国乐不应该只是给我们那些玩了100多年所谓传统音乐的人的一种专利。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哪怕你创作也好，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玩乐器的表演也好，是可以整个园地可以开放给更多人参与。这个是我的一种比较低头缺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这过去的4-5年，就是让他们这些世界知名的人来到台北来合作，原来就是这样子。那么到今年收割的时候呢，把他们带到这个重镇来，然后让他们觉得，哎，你跑到别人的一个舞台上，所以这样子让他们的那个整个信心更提升。策略就是这样，策略。这个乐器的特性跟乐器结构是西洋提琴完全做不到，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珍惜的。
sehr persönliche Musik, die sehr viel spricht und singt und was sehr natürlich an uns Menschen sehr nah angeht. Also es ist sehr menschlich. Und dass diese Tambour, dass das auch sehr schöne Musik ist, sehr emotional, aber man merkt das schon, dass er so pour la France, pour la France, à Paris, c'est vraiment un public très enthousiaste.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parce que l'acoustique du Châtelet est une très très bonne acoustique.这个分量来说，这个是远远比我们去年美国的行为呢，效益高很多。世博不是没有来过欧洲，十多年前的一种背景跟氛围跟今天这样子一种这种角色来过来的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我是觉得，团员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一种效益，他们也没有觉得累。完完全全是做一个文化的外交，把我们好的活跃推销出去。我觉得他真是做得非常好，在这次欧洲的巡回。以过去拿 Manchester 跟 Hanover 这两场音乐会的一个成果来说，我可以给我们自己是80分，因为从观众的一个种类来说，华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欧洲的观众，特别是 Hanover。很明显的就是吸引到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比较熟知古典音乐、什么现代音乐的观众来。